两名远警站在路口挥动红色旗子，示意要骑士停车。近距离一看，是位外籍移工。一问之下，来自越南，两边语言不通，该怎么办？远警掏出手机，点开 Google 翻译软体，在前面路口闯红灯，用 App 来当翻译员。远警大哥似乎还没很上手，语言没有设定好，让这位越南移工一头雾水，到底说什么听不懂。这次换女警来试试。 闯红灯，但这得到绿灯。总算让对方明白他违规交通闯红灯，但是要从越南语翻成国语，翻出来的句子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通过了给我安全警察的红灯。 虽然句子和平常说的不太一样，但意思大致上还是能明白。总之，取缔违规开单成功，Google 翻译软体功不可没。高雄冈山地区外籍移工特别多，因为语言沟通有障碍，去年一整年，远警只对外籍移工开出8张违规罚单，但今年5月开始，翻译软体帮大忙，短短2个月就开出74张罚单。不会到地，有一天错误。 大概会明白他的意思。现在不管违规人讲的是泰语、印尼话还是越南语，有了神一般的翻译 App， 让远景少了鸡同鸭讲的窘境。不管什么语言，现在龙尾通记者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